可能大家心里想的都和我一样，平常在庙会看到的家将都是由孔武有力的壮丁来担任，但是今天看到的八家将清一色都是秀气的小女生，她们外表看来是如此的娇滴滴又柔弱，如何能将八个家将的角色诠释得如此入木三分呢？整体的八家将，像我们这次到福建的泉州去，关圣帝君这个两岸交流的这个庙会的活动，那我们就是带女子八家将，那在那里就是很受到当地的轰动，而且一般来讲中国大陆他们没有八家将，所以他们又听说女孩子的八家将，好，所以他们就很有兴趣，然后就通过了我们这边的就是道教关圣帝君他们的一个就是文化节的交流，然后请我们的八家将过去。那其实我觉得女孩子跳八家将，我觉得刚柔都能够，对，都能够就是融合刚跟柔，所以他们女孩子表现，我觉得不是一定男孩子八家将就男孩子跳，女孩子也很 OK。说实在的，当然如果说是要民族舞蹈来结合，因为我们就是把它美化嘛，用舞蹈来结合，那这个当然这个阵头我们还是会请民间的老艺人，譬如说八家将他有他的步伐，好，那我们全部舞蹈化，那我觉得也没有办法保留他的原本他的，对，他的比较乡土的味道，那我们就是请有请老艺人来帮我们指导，对，民间的就是就对，导演就是民间的师傅，他就是他们就对八家将有研究的，还我们就请他来，对，特别指导怎么样的步伐，怎么样的神情神态，好，然后我们再自己加上我们的舞蹈融入进去，让它变这个阵头让它更美。刚开始我觉得是一个很，因为很稀奇嘛，所以舞者他们都很愿意尝试，但是因为要画脸，因为要开脸，所以对，女孩子嘛，她们总是怕自己的皮肤。但是像我们这次去泉州，我们这次去泉州演出的时候，我们就是直接的，就是开脸画，请师傅画。那一般来讲的话，像我们这么像今天这个演出这么多的舞蹈节目，那孩子可能就没有办法去做开脸化妆的动作，所以我们就是戴面具。一支传统的民族舞蹈表演往往只有短短的几分钟，但是将阵头文化结合音乐舞蹈作为故事背景，并且搬上舞台以剧场方式表现，这样的创作构想不但让一票老师在编舞排练时伤透脑筋，对舞者来说也是一项严格的考验。而且你想赶快画一画，上台都没鞋子穿。刘浩云呢？你小朋友，赶快！来到舞台的后方，这里是演员休息室，也是舞者化妆准备的空间。大家的道具、舞衣和化妆品堆满了整个桌面，热闹哄哄的背后，其实有更多准备上场前的压力在追赶着他们。从这里开始，对，就是我要东西。那你要，你不是那边有买吗？那你赶快去问好不好？你问那个，你问三姨好，你把那个鞋子给三姨。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确定这个？确定要这样穿？不然呢？可是他这个是你要这样吗？我可以把你这个要塞进去哦。你这件衣服太长了。因为以前他这个是要调整。你的屁股要给它调整一下。
上次拿过那一张家教纸，最屌嘞！有人捡到红色的头吗？家教的，我昨天跟你说什么？我想每个舞台给我的感觉不一样，因为每一次担任的角色我都不一样，即使是一个小配角，我想给我的是表演者本身调整到的状态都不一样，所以我很珍惜每一次的演出。舞台上闪亮的主角需要有配角的衬托才能更突出，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担任主角的机会，有更多的人甚至都还在等待机会。也要看呢，就是看某些老师啊，或者是怎样的人喜欢怎样的舞者，所以其实都平等，我觉得。望着遥远又迷眩的大舞台，登台之后，大家都希望能一圆自己的美梦。个演员之类的吧，对，就是跳舞这方面，我是想说当兴趣，然后主要是主攻，现在是读大学是读戏剧嘛，就是说想说以后都走戏剧方面的工作，对。很好啊，所以你的规划就是说从舞蹈，然后转战，有机会的话进军演艺圈。对，有机会啦，对。有在接触吗？演艺圈吗？有一段时间是有啦，可是后面就没有再接触了。对，就碰一下下而已。以前是有啦，可是不敢奢望，你还是面对现实好一点。美的感染力从肢体动作蔓延，当舞台的灯光打亮，音乐节奏的响起，就是向观众展现成果的开始。春风里，在那
此在人间。高雄的表演艺术团体何其多，每一位站上舞台的表演工作者，他们心中都有一个梦，希望被看见，希望朝向心中的梦想前进。也许您并不知道他们追寻的目标在哪里，但是当您获得这些表演讯息的同时，能以实际的行动走进剧场欣赏，就是鼓励他们最具体的方式。